睡觉以前，小明想吃一块巧克力。糖。他问妈妈：“我可以吃糖吗？”妈妈说：“不能，这个习惯不好。睡觉以前吃东西，也许会长小虫子的。”小明说：“问。”小明问：“痛吗？”妈妈点点头说：“痛。”当然痛。小明说：“好吧，我不吃了。”